中型和大型深沟桥轴承，通常使用加热来扩大轴承的内圈。斯凯孚为此提供一系列不同的轴承感应加热器，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便携式轴承加热器，加热轴承不要超过110摄氏度，且始终佩戴防护手套。将轴承抵住轴尖，直至其完全冷却后牢固地定位在轴上，